善知識，各位善善大德，及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即个阁继续来讲个风水真经啊，顶一咱讲到回归大自然，哈、啊，回归大自然呢，一般回归大自然有两种现象。就是讲啊，我来接触大自然，迄接触大自然，迄咪回归大自然。哦，那回归大自然呢？讲啊，咱死去以后呢，咱的有形的肉体，咱用的身体肉体呢，吼啊，那烂去啦，啊，互虫食去啦，迄咪回归大自然，吼啊，真真正正回归大自然呢，好在咱的死去以后，咱的细胞内底一灵光啊。啊，灵光继续发出的光啊，含大自然所有的精气啊，啊，精气合而为一，叫做回归大自然。哈、啊，所以咱若死了后呢，咱的肉体扭掉的呢，哈、啊，啊，咱是行叫大自然。啊，我甲大自然照这个身体，我都行就对，咱行的行大自然等于，啊，行大自然呢，啊，然后呢，咱那点灵光呢，甲大宇宙的虚空啊。所精气的根啊，合而为一，或者回归大自然。不然，咱的厝顶啊，哈，比如一徛家，哈，地下的结构，哈，咱厝建筑啊，哈，嘛是有无量数的美人啊，各种的材料合起来，早起嘛讲过哈。那这照各种的因缘合起来呢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咱的厝啊，内底，咱啊起了好者，嘛是会。接受这大自然环境的大自然呢，产生摩擦，啊，出来底呢会较平安。假使咱起了无符合大自然的法呢，那么当然呢，咱住咧厝零零星星会较袂平安。啊，那么有咱这气空气的存在啊，咱在大自然虚空之中啊，嘛是同款的有啊，这是不可否认的代志。好、啊，假使若无形体物体会震动啊，还是这那是粉啊、涂刷粉啊。分子在游浮浮游的时候，人就无多感觉到空气的存在。哈、哦，再去就讲啊，咱讲一点，这徛家的室内，室内嘛有气的存在。咱一间厝，室内嘛有气的存在，空气的存在。那是无这个物体一个物件，啊，是任何一个物件会移动啊，或者其他的，那就像好多。去个细个物件咧流动的时啊，咱人嘛无法度，感觉到吼厝中的空气有一块对流，所以咱电迄、那个一寡办公厅啦吼，对这个冷气啊，冷气孔得出来，冷气孔咧你搭到底唔知出风有咧出来无出来唔知咧，所以明天叫搭一块纸，啊风就吹滴，你就看迄、有看咧纸咧叮当。哦，抓了叮当呢，啊，你都哦，知影这空气啊，啊，冷气有咧出入。当咱一间厝啊，当咱一间厝哈，全部来去密封起来时啊，无空气对流。啊，咱在厝中啊，厝底啦哈，厝内底啦，必然呼吸困难啊，消耗死亡。啊，就相对咱一间厝啊，嘛是同款，一定爱空气的对流，唔通讲哇，我咧。行内底，予外口的垃圾、涂沙粉啊，吼，来甲你扔垃圾的，这确实咱有够严。即摆人就足济安尼，哦，落个关个麻麻的，啊个无空气，啊都爱冷气爱空调，啊空调内底结果的气咧，毋是外口大自然的气，吼、哦，这拢是内底甲你这个制造的气，吼、哦，照这个气体啊，内底迄个化学物件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液化体吼、哦，做这个，迄、那个做空气。你交换，安尼唔是真好诶，吼、哦，未真好。所以即摆呢，伊那鼻窦炎有够侪，有够侪，鼻啊病是有够侪啦，恐怖。吼、哦，我是即摆两次病有够侪啦。各位啊，你若厝无囡仔安尼无法觉，我安尼像啦，礼拜日咧开智慧，定七成八成以上拢鼻啊问题，啊鼻啊问题，囡仔都读册记忆力歹。这一礼拜，老爸老母就咩，啊老师就迄、那个就有在拍，吼、哦、啊就同学互相笑咧，啊就愈意志，啊就愈无信心，啊老爸老母以后就认真买补脑的哦，原来伊脑都无歹去啊，脑无歹嘿，
啊，就是鼻啊。所以今日啊，直接顺这机会啊，啊，各位哦，咱呐无必无啥物事，尽量卖创冷气的吹，冷气吹者，哦，囡仔鼻子到尾就起问题，一旦起问题了吼，到尾鼻啊一酸，唔就鼻倒流，唔就那是这鼻啊咧气的内底，啊鼻啊有去故障，鼻倒炎呢，来时啊囡仔一定目睭起酸，目睭酸呢度数增加。多数增加嘞，你目镜当当配，啊就配嘞，爸爸妈妈好，你目镜用较伤，我较早都无，我较早我都无，我只眼啊无咧挂目镜，吼、哦，你足少只眼啊只，吼、哦，偏要问题目睭酸，目睭酸嘞，近视的高压，散光的高压，偏要酸嘞，吼、哦，头壳的脑，头壳脑记忆力会减退，记忆力减退，啊头壳脑嘞，啊头壳就讲戆，头壳讲戆嘞。啊！就心脏都白嘞，心脏白嘞吼，咱就去会去问神，吼、哦，咱去跪地了，看暗时呐，困那就跪在地，跪在字，嘿，跪才袂字哩，跪在字也落地噶，哦，爱、啊、就讲你鼻子不通，鼻子气不通嘞，缺氧，欠空气，欠空气呼吸都无力，啊无力嘞，所以因果循环都要排到了，跪在家排到了，怎么办？哦，黑了，灵气病。冷气病，即摆冷气病是有够侪，有诶表面我都讲做空调，我都讲做空调，啊空调呢，嘛无一定互你调去，因为你来你做个足清气，做空调足好诶，你出去空气无少啥，哈呛来啊，啊是啊，啊都够呀，你今摆含出去都起条惊，吼、哦，你若要你等下就感觉足欢喜，等下啊等下都出去都来，所以有感觉因果循环呐、啊，即都违背大自然。违背大自然，哦，这是我这几年来啊，好个接受遐侪小朋友、学生的经验嘛，啊，加一寡精神派系的，精神派系的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。要一个查囡仔，三四年前来啊，伫三重埔呀，遐啦，迄片啊都是片啊，鼻窦炎的问题。啊，爸爸妈妈呢？伊都咧信神，都咧拜神呢。啊，伊就去问神，神问无着人。讲你个囡仔卡着音咩？卡几十个音咩？吼、哦，我卡这个爱坐，这点害啊！无坐无人知，难愈坐愈人知。吼、哦，我都开始，都够严重过来。吼、哦，我都换去北京问，这间神问无准换北京来佫问了。吼、哦、吼，愈坐，坐得比坐得较厉害，可能就是累积个款。好、哦，到尾啊呢？哇！啊，囡仔精神歹啊，精神歹就药啊，就是食，啊就揣伊，叫做这个神面头前，法师面头前，伊用吹法师咧就吹，就劈就吹，啊就吹咧，囡仔就起反弹咧，啊就气，愈气老爸老母，啊老爸老母就愈，我讲你囝愈安怎？哇，系啊，哈，爸仔囝、母仔囝起问题，啊囡仔精神就起掠狂。你来去掠狂一跳，嘿，他真正跪在虎心，哈、啊，你说真正愈跳愈严重，吼、哦，囡仔愈跳气啊，错，你气啊，错，啊，老爸老母都无地去，啊，都我一个空地主啊，啊，伊来带伊来，带来，我讲你囡仔鼻窦炎，鼻啊鼻窦炎，你甲医好，其他拢免讲，但最无鬼甲你卡咧，无鬼甲你卡，你免烦恼，哈、啊，啊，所以你就是，我你个鼻窦炎医好咧，哈、啊，你自然你个囡仔就会好呀，吼、哦！啊，你一到后尾啊医呢，啊去找鼻窦炎医生医，吼、哦、嘛爱医。不过嘞，咱鼻炎哦，鼻炎嘛，鼻炎问题，尽量肉敷。你给他转了烧，肉敷嘛就能，渐渐把肉敷也开去，要消风也开去，吼、哦！啊，或者你管啊，吼、哦，也是牛奶管啊嘛好，也是保特瓶嘛好，你甲入烧水嘞，要我包嘞，你家的肉敷，迄较要紧摕肉敷嘞，一摕，啊就好呀，
吼、哦，这就是鼻窦炎，诶，鼻窦炎的方法，安尼比赛赶紧。哦，你为洗鼻腔，洗甲安尼艰苦一挂呢吼，嘿，无效，洗袂行，卡住用鼻，热敷开呀。吼、哦，或者来咱若有用咧，咱来是来咱手甲字咧，吼、哦，前后手甲字咧，上面甲字咧，因为咱手内底有气嘛，啊气咧会叫咱手循环啊过。吼、哦，你按字咧时啊，你的鼻啊会渐渐卖开去，迄卖开去。哦，这个鼻窦炎引起的，迄鼻窦炎引起的，就是厝内底咧伤清气的人，啊，哈、哦，内底伤空气伤新鲜的人，干来惊外口空气歹，啊，等下厝内底空气好，结果前后啊相差抗体啊，抵抗力煞无去啊，啊，抵抗力无去，啊，当然，身体慢慢来嘛，好、哦，所以说现在啊，各位咱在座的信众弟子，哈、哦。啊，是有缘的，在电视机面头前信众弟子，恁若是拄到囡仔有这個现象的，免去问神，你免去问，但对面摸神，哪甲你卡嘞？你若对现象，你鼻仔问题，对鼻仔药好，啊就好啊。哦，你免讲好，我咧问神，神啊，问无着，真正神的，伊拢走，伊都无用，天下下遐大个代志，伊无用。哦，你敢问着神，有当问着人？哦，这是医学的观念，医学的知识。啊，真真正正，大宇宙这个气。空气甲蒸汽也循环的道理，哈、哦，这循环的道理，这点啊提供给各位来了解，哈、哦。咱出来底哈，假使呢，哈、哦、那空气未通的时啊，一直一心一意啦，想要用这叫做空调啊，哦，在此出来建议各位啊，较细意的，好较注意的，嘿，啊这。我唔是咧甲电力公司咧推销省电啦，哦，唔是意思，哦，各位平安靠近。咱厝内底家属讲起，厝内底本来家属来讲无窗门在流通的时啊，吼、哦，那是无接网啊，其他物体也是网啊啦、火线啊，伫飞或者其他物件走来走去啊，吼、哦，将静的空气啊制造好对流，所以。咱厝内底的吉祥符号，厝的吉祥符号啊，甲空气啊，是不可啊，不可分，本来就是一体的代志，一体的啊。若是有人讲，我都无空气的存在时啊，就咱人的脑筋都有毛病，嘛是因为有空气的存在，人才会讲话，心中才会畅快，才会跳动。有空气，人才会当表达咱心中所想的。非常美好的未来，啊，由欢喜心表现到外在的行为上啊，所以空气一重要啊，空气一重要，哈、啊，这是大家共同拢在责任，啊，由此呢来推看现在环保，咱现在的人啊，环保有真无道德，真无道德，伫工厂放出迄个臭气，哈、啊，毒气，啊，影响到周围厝边头尾的人。这是非常无道德。那安尼呢？咱若假使无注意去放出来就煞，咱若招工要放呢，要偷偷要放呢，这一定要落十八地啊！一定要落十八地啊！吼、哦，若唔相信死了就知。吼、哦，这个因果我都负，我都负这因果不可思议的代志。吼、哦，各位啊，若是讲有那些实现状况者，咱尽量做环保的保护，莫为了家己一个利益啊！啊！你来做咩工？哦，伤害他人，你伤害他人，一个人小事，你也知影每一个人，伊后壁有对偌济好发心无？你知后壁对偌济好发无？所以伊一旦对后壁好发咧，伊会遐起报复心，你知无？相对啊，咱来去救济报施一个人，去救济一个人，啊，你知影伊后壁偌济好发会甲你帮忙无？哦，会甲你感谢无？哦。所以啊，咱呢爱注意就讲善事啊，时时来做，咱唔通就了啦吼。迄个叫做顾着家己利益啊，安尼来伤害他人啊，咱来负因果。咱的囝、咱的孙嘛爱负因果。若是那个爱咱的囝、囝孙孙呢，拢会亲像人无因果报应的时啊，我希望呢，咱若有危害整个空气污染的工课啊，咱尽量爱来。改善，那无呢？咱的子子孙孙啊，咱会受到报应。哦，各位啊，这点爱注意，好、哦、爱注意。
还有一挂厝，厝前厝前厝后，厝前厝后环境啊，真济人啊，吼、哦，伊讲了我垃圾，甲你扫去隔壁度，扫去隔壁度。我捌去看了一栋厝啊，好去人看厝，伊咧，迄、那个垃圾隔壁垃圾最后扫扫到伊阿两个洞咧，啊，扫扫扫，伊就把阿个擦咧，就隔壁，吼、哦，这些人是有够差不多，吼、哦，伊个垃圾阿个饲鸡啊咧，后壁个饲鸡咧。啊！饲鸡伫水沟顶呢，我哦，隔壁这口糟人啦，这类型的哈，哎，你我就安慰讲吼，你可能顶世人欠的，反正顶世人你对人安尼，人即常了，换只人对你安尼啦，吼，你顶世人对安尼，人即常就对你安尼，吼，无你安尼讲，你讲因两口糟，伊欺冤家啊，吼，只有安尼念，人一定你顶世人啊，吼，人受你食你亏。这世人啊，真无简单，过来大厝边，大厝边啊，照从街西下来扫到这边，你就较认分扫嘞嘿，吼、哦，认分扫，好，起不不，我有欠呢，我若无欠是安尼，大家我都未来，我厝边也难扫，是安尼是你厝边扫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这家里哎呦，安尼讲很毛利，吼、哦，这较认分就对啦，较认分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咱大家啊，这生做的顺德啊，咱后世人爱报，一定爱来行。爱行、哦、所以咱呐，这世人呢，咱呐拄着什么代志较忍耐呢？不过咱莫过作业，作业后世人呢，人一定会过甲恁同款的状况之下呢，来甲恁回报。好、哦，这点大家爱注意。咱厝的气流，咱这厝啊，内底空气啊，那流通真正顺的时啊，咱人的心脏机能啊，甲神经系统，哈、哦，神经系统。会比较活泼，哈，身体比较健康，咱才会当将内心中的思想啊，内心中的思想，甲欢喜的代志啊，表达以外，表达以外，咱厝内底空气会来会顺啊，空气对人来顺的时啊，咱人的心脏，哈，心脏机能，哈，会较会得好，咱的脑神经系统会较好，因为咱的厝内底的空气不足。造成诶，咱脑神经啊，脑神经就歹，心脏控不得啥无力，心脏控不得啥无力啦，无得塞推咱个头壳顶，无得塞头壳顶诶，所以你思想混循环啦，自然就袂好势。好、哦，这是一定的道理，好、哦，一定的道理。咱人个周围空气啊，咱一定爱会顺内外，才会顺。好、哦，咱个厝内底生活才会非常好气氛内底。啊，即个气内底，啊，早起啊，啊，恁一个孙呀，哦，听听咧吼，就叫吼，中昼了吼，老师在咧讲，讲厝内底窗门吼，爱开你就拢关掉了，你再无来听唔对呀，啊，我咧无听，你拢爱关掉咧，吼、哦，你拢爱关，啊，伊就吼、哦，我恁个孙呀咧，伊就阿窗门一直爱开，阿、啊、太太惊垃圾啦，伊就唔敢开，啊，唔敢开咧吼，啊，就爱关咧，啊，就有当时安尼心会烦，吼、哦，啊，心会烦咧，互相咧。难免的一个无必要的，你想起啊会走出来，吼、哦，这咱们爱真注意的，吼、哦。所以一间厝内底的厝相甲人相拢互相相关系。咱空气在虚空中啊，空气也在虚空中，无论是大范围还是小生活的款小生活环境内底啊，拢是时时刻刻存在咱身躯边。咱人有一个精气，咱人有一个精气。若是咱有修行，有咧念佛、有修行的人，咱身躯边诶，拢一个保护，一个阴影，一个光，一个光。头壳顶咧，一个月牌形的光，月牌月眉形的光。若是啦，有病的人咧，拢暗的，暗的，头壳顶这个光都无去啊，吼，都无去啊。若无光的人啊，身体一定足虚的，足虚的，吼。这就是咱若时时咱冒一个气啊，哦，气为流的，为着咱身躯边。啊，嘛是嘛在咱人体内任何一个部位，在咱身体内任何一个部位嘛是有气，哦，当然在内底嘛有气，任何所在拢有气。若是咱若无气者，咱就无法度生存咯。哈、哦，咱在血中啊，在肠仔之中，下咧嘴中五脏六腑啊，拢有气的存在，或者是空气，空气的存在啊。所以空气是人类啊。咱人体内或者是其他动物体内生存基本的原动力，人若问讲，某某人啊，你看咱人生命的原动力是啥？啊，人见钱，伊就哦，钱是我生命原动力。
啊，那无某又哦，那有某会管的管动力，啊，那无翁啊，就啊，我的翁婿会管管动力，迄无开悟拢安尼想，啊是啊，我家只啊无生囝，无啥，迄种我管动力无呀，那无开悟咧，是安尼想，咱若有开悟者，空气是咱管动力，空气佫进一步是真气，是咱管动力，真气是咱管动力。这空气甲蒸汽拢是咱原动力，两项拢不可缺少，吼、哦，拢不可缺少。咱这个空气的对待啊，啊，移动后啊，产生的现象就是风。所以那个风对倒来呢？现在开始就要来讲风水啊，风水，吼、哦，啥子风水呢？变成空气，啊、哦，移动，移动。哦、空气的移动啊，哈、哦，会对台，空气甲空气的叫做这包，叫做对台，两个等号，叫做对台，哈、哦，啊，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，叫做对流移动，后三星的现象，三星的现象叫做风，哈、哦，叫做风，风的原理是对这来。所以空气对流、哈、哦、对台所产生出来就为风。那现在在落雨，现在在落大雨啊！本来都在整条整无树啊，无叮当，雨叮当嘞，哈、哦，雨就叮当落来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截掉这个空气，空气的对流，截掉空气对流嘞，所以造成个空气诶一来一去，所以造成一个风，这个造成的风，哈、哦。风啊，也是讲咱人在行，吼、哦，咱人在行，啊，安尼行，行来行去的，造成风；也是这个人在行路，行足紧的，嘛是叫做风。这个人行路那是有风的款咯，吼、哦，咱就讲哦，这个人行路那是有风，哈、哦。所以风啊，哈、哦，就是对空气的对流而来，哈、哦，跟空气的对台，空气的对台，啊，空气的产生呢，对物件跟物件有人在咧碰。啊，个第三个物件叮当，第三个物件叮当，叮当，即个即个气啊，啊，所以造成会对流起来，迄就是空气，迄就是空气。那么空气就是气流会运转，移动啊，叫做风。所以啊，风的形成啊，必须气的对流啊，对流加移动啊，那无啦，无风就是无风啊。那么空气的对流，它就无风，哈、哦，就是无风。水的移动嘛是，那一撮撮水条细粒啊，哈，水的移动啊，为粒啊真细的粒啊移动啊。当水了移动以后咧，必成一组成空气的对流，哦，产生风。那是现在在落雨同款啊，现在落雨咧，嘛是讲啊，水对面顶滴落来。结成冰，吼、哦、云冰，然后落来，落来的时啊，化作水，吼、哦、化作水，水叮当落来头到尾，天顶落来卡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咧山会叮当，水会摩擦，一摩擦咧，所以会造成风，哦，造成风啊，哈、哦，风的对台就是空气的对台，甲对流，啊、哦，水的流动。买着三星气的对流，哈、哦，跟摩擦，啊，嘛三星风，所以风甲水啊是息息相关，风甲水是有互相相关联，无法度分开的。所以风水本来就是一体，若是有人啦、啊，搞到风水啊，就是迷信的事啊，这个人啊，确实啥都唔捌，哈、哦，啥都唔捌，哈、哦，这好多空过无地啊，空过无地。干那个风水是迷信，事实呢，咱每一天呢，拢生活在风甲水中间，哈、哦。那么你生活在风甲水中间，风甲水有这么大因，这么大功德，互咱维持咱生命的活动，维持咱生命的活力。那么你去孝顺这风水啊，安尼不是真正大智慧，唔是真正有大修行家，哦，各位啊，这点啊，咱爱了解这点。哦，所以咱在任何一个环境啊，万物的移动啊，拢是三成方的因素。咱在任何一个环境啊，任何一个环境内底，万物啊，任何物件，鸟啊、蚊啊、虫、
吼，啊是种种的动物，啊是山崩地裂所震动落来的，拢会造成风，拢会造成风。难怪呢，有当时那火山爆炸，砰！一边仔的树啊，安尼都除了震动以外，迄、那个空气的对流起来，吼，产生的冲击冲击啊，一冲击的造成了周围的空气摩擦，所以造成的风，造成这个风，哈、啊。因为就是这个三星人来一来一往的，三星的空气的对流的时啊，哈，三星风的，就是三星风的因素。比如一个人的手，哈，比如按了手在叮当，脚在行，或者咱的讲话，嘴在叮当，迄时阵啊，所形成、所移动的空间啊、距离啊、甲位置的周围啊，必然因为咱身体的叮当，或者任何当啊。在座各位，现在咧热，热咧一开始，你一，起码造成一个风摩擦，甲空气摩擦摩擦的，造成风出来，造成风出来。那么咱一间厝咧，嘛是感觉我去到这个所在，向这个向风势，伊若风势振动造成内底的风，外在的风造成内底的风。内底风伊个流动个位置，流动个现象咧，叫做风水。风水原理是安尼。那么咱个修行家，吼、哦，咱个坐咧咧咧打坐，咧运周天，吼、哦，周天咧运转个时啊，啊，结果咧，迄、那个咱血路咧循环，啊是咧，咱家己点点精咧，吼、哦，咱个叫做意志力咧想，去安尼转。安转，起码咧造成一种风甲水，风水，所以风水唔是咱辛苦以外，唔是处流或者风水，哈、哦，唔是咱做工啊骨头或者风水，风水咧都、就是咱日常生活必须要的物件，而且咧风水是咱体内所不可缺少的物件，好、哦，所以咱咧风水啊，无所难像人所讲的。遐无智慧，遐尼刻意的心胸，为了摆脱这类物件来摆脱，吼、哦，就是啊，昨昏吼，我倒到甲咱佛教界吼，某、哦、一个大法师，啊、哦，伊要做咧财星大会，啊、哦，财星大会咧，啊，伊就即个倒，吼、哦，敲电话来请我做伊顾问啦，啊，我怎接到咧？我讲你是要做我顾问咧，要请我做你顾问咧？啊！你若来吼，我一直足光荣的吼，足欢喜足光荣的，因为吼，即无宗教界啦吼，哎啊，你即学到这里，大家都真用拢捌你吼，我捌都无啥路用啊，啊我也无剃头毛啊，也无穿啊罗汉鞋啊，我穿皮鞋呢，我当我穿皮鞋无算呢，你个何法啊？要紧啦，我哎，我这风水的了，迄风水的卖啦，这属于外道啦吼。伊讲唔是啦，老师啊，你吼，老师啊吼，啊你安尼讲，你安尼，我知影风水会重要吼、哦，啊发觉你这法门推出来以后咧吼，感觉大家作一观念拢改变咧，将风水个观念改变，原来真正摆脱讲风水学，啊但是诶，自这回发挥以后咧，啊了解了解，哦，风水就是修行，啊都是修行啊，吼、哦，这所以风水你了解是啊。你看别人讲讲，吼、哦，生活是佛法，啊，还是风水是生活？请问两行搭上，你会使讲这个唔对，还是这个唔对？两行拢对啊！原来大家都讲，风水就是咱的生活，风咱呼吸日常生活思想，这是思想，吼、哦，这行，力行去做，吼、哦，想都爱做，都爱是，咱佛法就是安尼。佛就是内底的大智慧，智慧出来，法就爱嘛是爱行，嘛爱行，再加行知行合一。知行合一，啊，所以，我啊，歹势啊，这位师傅啊，我啊，迄个时阵，我无地咧，吼、哦，有代志要处理，啊，我这个风水。很不容易啊，真无简单啊！将这个风水的真真正正的健康理念啊，啊，真无简单嘞、啊！有十二年啊，将这个风水的定义啊，把它
确定一个风水是咱生活必须要的，而且是上简单的，而且看得到嘛，爱望得到，体验得到，嘛未当离开，未当离开风甲水。那么各位啊，咱人生啊，生活上有缺陷的，任何都拢爱，任何一项都未用缺陷，都未用缺陷，哈、哦。所以啦，咱水的流动啊，风甲水是拢是完全相关，不可分开啊，未使分开，哈、哦。那么过来就像咱的厝梁梯下，厝梯啊是迄个工厂啊、工厂啊，吼、哦、办公厅梯下，内外门路、内外门路、门窗、水沟啊顶，了、哦、啊水沟顶顶啊，拢是促使气流的条件。水沟啦、门啦、路啦、门窗啦，吼、哦、拢是促使的气流。哦，空气会当对流的条件，吼、哦，但是门甲路啦是死的，门甲路是死的。那么门路的气流啊，必须靠外面空气的气压。咱这个厝内底的气，咪直接风在头，唔是风在头，气压，气压外面所有一切的动静的代志，气压塞在内底，咱厝内底气压才会向外出去。内外有流转，内外有流转，好、哦，安尼咱人才会平安。好、哦，照门路的空间呐、啊、来对流，咱一间门啊、哦、门咧，本来空气是安静的，咱必须要叫外面的气压，哎，外在的气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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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咱人的流动在行，空气在流通。啊，是其他动物、狗啊、猫啊在走、在出入，安尼就是安尼在震动的时啊，才造成厝内底的气压的流动，空气这门路的气流啊，哈、哦，气流啊，一种就是对流的媒体啊，哈、哦，媒介的媒体啦、啊，就是咱人或是其他动物，迄个人或是其他动物来往的移动，其他动物呢、啊、来往的移动或是其他的物体。其他物事，在咱厝厝顶啊，诶，附近周围的移动啊，厝与附近周围移动，造成空气之压力，啊，造成空气之压力啊，间接、直接啦，嘛影响到咱厝内底的空气的对流，啊，所以咱一间厝内底会造成风水好歹咧，嘛是甲附近的厝、管家，啊是厝中厝咧。中间边有咧芳，或者咧厝前厝后咧，弯弯曲曲啦，遮诶巷仔啦，种种咧拢会造成一间厝内底气压的对流啊，产生空气的对流。啊，这嘛是风水，这嘛是风水。所以这种空气对流的现象啦，也嘛叫做风水的叫风水，啊，风水。啊，比如咱人。那思想内底嘛有风水，思想嘛风水。比如我现在听到水声，目睭咧闭紧咧，水滴一撞到位来啊，我心肝起惊吓，起惊吓咧，咱精神意志咧，精神咧，自然咧会造成啊，煞起惊吓出来。啊，我心头就胆煞无，煞无去啊，迄嘛是风水。迄只咧，咱听到讲幸福的看咧，看咧幸福的就。看了什么对象一叮当为风，好、哦、为风是风。那么水呢？咱看了，咱就起条件变了就，干咩呢？反正咱精神阿达阿达，哎嘛，风水的问题。哈、哦，我记我细汉啦，细汉咧六七岁时，啊去后山佚佗，啊一只迄一马啦，好、哦、一马撞出来咧，这龟死马撞出来咧，我惊一下，哦皮皮出，等下开始地艰苦几下工，艰苦几下工咧吼，我的老母咧。做出来，我厝边啊，一个啊，做老婆婿啦，或者阿姆老婆婿，拢有咧收惊。因为你以后提个收惊，整收直直念，收很贵。嘿，你会叫娘妈惊着，真正叫娘妈惊着，叫妈过去把惊着，惊着迄中间咧，困啊，三分七个咁样无。好，暗时困到休，啊，都无力，卡手也是无力。啊，叫收迄面困起好呀。哦，所以这就嘛是风水，看了。一个动物，山的动物咧，马鸟马走来，我就走去捉，吼、哦，迄是水，吼、哦，
所以一动一行呢，中间呢拢是风水的问题。只是那个风水的定论啊，我都来个讲清楚。你敢有想要了解？这个过去的人啊，那个归纳归纳，伊是祖先的死人的梦啊，或者风水，甲归纳死人的梦啊，或者风水，这安尼不是真正确。啊，风水不是干那祖先死去风水，啊，所以是风水的生活，生活化。啊，祖先的风水咧，咱那个地理嘛，唔晓得地理，咱都灵气，山川的灵气。祖先的坟墓啊，诶，地理啊，好多啊，山川灵气。啊，山川灵气，因为咱古早人啊，拢叫做风水，风水，风水，风水啊，讲惯势啊，所以把风水的层面啊，迄层面啊，甲缩到遐尼济啊，遐尼细啊，甲咱讲死人用的就好多风水。我到尾有一天咧，渐渐在静坐时啊，坐到看，我了啊，哈哈，咱人有够戆，咱人生活心境有够矮，心境有够矮，将咱生活必须要的物件咧，真真正正影响咱生活的环境或者叫风水的物件，你甲看作死人的物件。哦，这观念都爱弄个清楚，哈。所以我才极力啦，要推这推行啊。推荐这个风水的法，风水法不是只做生意那死人的问题，哈，也不是只厝的问题，不是徛家厝环境的问题，包括是修行，包括是咱的做生意。比如咱做生意啊，哈，风水，哈，风水风水的，我啊，我想心头壳所想是为风，真紧动哦，真紧，我就生意要做啊，生意做你干了这这，你无去找人，哪有可能呢？对吧？啊，你无去找人咧，你哪有可能有会通未赚？好、哦，所以咧，必须要啊去做，想到去做，做啊个想，想去做，那就是风水嘛。风水，哈哈，今天风水不好，哈、啊，今天风水不好，你无看做好多，今仔个处理风水无，就是咱咧想诶，甲实行诶在做诶，拢无到一致，还是叫风水不好，好、哦。风水不是鬼神啊，到无稽之谈啊，各位弟子啊，咱不可不知啊。所以风水的物件啦，不是咱的鬼神论啊，不是鬼神论。哦，你哪搞一个鬼神论呢？咱就错误去啊，哦，错误去啊。因为鬼甲神啊，鬼啦，一种形形体的尔，好、哦，一非常微乎其微的，这一种思想意识界的灵感会交换。哦，会传达是鬼嘛好神嘛是安尼，啊最风水的，这是实实在在看会到物件，看会到物件，啊、哦，这就是叫做风水，这就是风水，啊、哦，那么咱厝咧山川灵气特灵气特合咧，包括阳梯，包括阳梯，好、哦，阳梯一定要做。阳气提升，哈、哦，阳气祖先，哈、哦，这经过咧，统称为山川灵气啊，山川灵气，啊、哦，所以咱风水风水，唔是遐尼下遐尼去下心境尔，唔遐去下心境，咱只是啊，把它咧，把这个风水啊，用伫阳气啦、阴气啦，感觉较简简单单那个表示出来，啊，表示事实咧，都是山川的灵气。好，那咱为了方便呐，嘛统称啊，拢叫做风水，叫做风水。所以在咱的肉眼内底所看到的，肉眼内底所看到的，身体意识所感觉的，哦，也是接触啊，那去触感触到的，摸到的，啊，种种空气对流所产生的现象啊，所产生的现象，哈、啊，咱个叫称为气啊，为风。对啊，咱称为气为风，哈、哦，气的流动啊，流动空间现象，啊、叫做水，啊、哦，在那个下节定论呢，气，啊、哦，气的流动啊，叫做风，气的流动叫做风，啊、哦，由气的移动呢，流动呢，一直一站一站的，哈、哦，流动，
流程呢，哈、哦，那就统称为叫做罪。流程啊，流程。啊、哦，从这气开始运转，颠倒了三星风，一直在去，一直去的哈，就行的哈，就行的。这三星呢，就统称为罪，为水。啊、哦，所以啊，风水啊，风甲水呢，本来就是一体。所以风水之名呢，下名呢，就对这所在呢，咱就已经加下一个定论，下一个定论。好、哦，所以过去啊，我开始学风水，我请教老师，什么叫风水？因为风水都风水啊，什么一个问什么风水？好、哦，我有问，啊，但系啊，我为了这风水这两字啊，感觉是真正懊恼。好、哦，到底风水是神还是真还是假，还是迷信呢？哦、我为了这边下这个定论，这医学、科学、物理学，要将这个铁学呢，甲融汇为一啊！是啊，我用了非常当个足够足够精神啊，将这个力气啊，把它来解哦，下这个定论。那遐拄好咧，那今日三月二六，咱全省啊，全省罗节王上多多生日啦，是咱是支持举行罗节，甲发挥以后咧，嘿，我身体煞一摆，啊摆落时啊。迄阵啊，血糖压到三百外，后尾到四百，啊，一在逐项都拢直直，感觉奇怪。啊，要发了一检验拢无代志，哈，拢足正常诶。啊，明明知影都有问题，明明知影身体有问题，明明知影都有糖尿，嘿，结果咧验诶验无。啊，等下我发了煞，看验诶跳起来370外，哦，迄阵一压就涨停板去俩。哦，我靠，佛祖啊，拜托，靠好心咧。吼、哦，卖小创治，卖小创治啊！安尼吼，玩笑开足大啊！啊，伊讲讲，你若要好吼，啊，这本册啊写好了，叫我这本册写好，风水这风水的定论，风水真经啊吼，你甲写好，若要好你就写好。我当在哪丢啊？哦，迄阵我唔知怎休困，啊休困嘞，才来写来写，我这本写偌久了着？一暝一日写了，啊，一暝一日。吼、哦，花一百三万，一暝一日，安尼吼，直直写入去，吼、哦，啊都，哎呀，佛菩萨啦，吼，众生像伊所讲的安尼吼，我啊直直写，直写，直直搞，直写，直写，直写，写一暝一日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不写了，哎、欸，写了讲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好啦，啊不好，啊不，要有嘞，要有其他，要有其他，吼、哦，啊要有其他啥物件嘞？咱拜神，咱拜托你讲，咱拜，拜神，咱拜佛，吼、哦。要每个破土安怎做，行工安怎做，啊，要计错安怎做，吼、哦，咱人啊生往生去要安怎做，啊死了后捡个要安怎做，哈、啊，叫我爱装啥，我袂咧，请等咧，我这写好啊，我啊安尼我来讲讲，才拍算，做个后阶段，后阶段，吼、哦，啊即摆甲吊在标准甲无标准甲标准中间，啊吊伫啊，我好啦，那袂就随在你嘛，对不？不过我这一行的你讲。哦，我唔知甲你讲，恁啊吼，我不讲，恁也无去听，只经啊讲出来恁无听咧，嘿，话炸断去，恁就麻烦。带回家，好、哦，我带回家炸断。好、哦，炸断的是后摆就看要阿祥来讲，无就等几千年后咧再过来，好、哦，再过讲，大家过来讲这迄个，啊、哦，所以咱这个就是讲风水的名，我就要将这个风水的名啦，甲做一个定论，做一个定论，而且呢。以科学，以理气，理气，理甲气，理气。哦，这个人真有理气哦，理气都要根据，好、哦，有根据，有根据咧，要来讲这个法，好、哦，来个讲出来以后咧，大家会了解，啊，将这个疑惑啊，这疑惑咧，好、哦，那个会当个破除这疑惑，好、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咱啊。我讲了以后，恁若转，然后时间呢，吼、哦，就切起起来看。恁今有甲听我讲了，吼、哦，但是你转切过读，你过读过看呢，你会体会比我侪，体会我侪，吼、哦，体会我侪所有恁所体验的呢，你会听啊，唔单呢尔，尤其在修行，尤其在修行方面呢，咱做体来呢，
咱伫体内底咧修行啊，吼、哦，普通时啊，咱的境界，咱的境界是啊，咱思想发生伫眼前的物件，拢是经过过去一生或者一生今日以前所做的物件、所做的工课、所发生的行为，吼、哦，迄拢是风水而来，风水而来去。产生风过水滴流转流程诶，来到现在嘛是拢是风水的问题，拢是风水的问题。那么风水的问题，你莫甲怪是祖公啊的问题，弄唔到呀。哦，都这样咧。我都讲咧，你这个在座这个地主哈、哦，这个、地主啦，老菩萨啦，啊、哦，脚未行，又再过一个星期就卖。我甲体会甲。印证起来，好、哦，我虽然无去啦，但是伊都会看，我因为厝场风水有问题，厝有问题，伊咧即人少，吼、哦，啊变大景，吼、哦，啊个厝后边啦巷窗，啊是路窗，就伊在滴摆贴唔对去，好、哦，咱伫大心未安，好、哦，咱伫大心未安，人少厝宽，吼、哦，咱就一粒就说点么八地里啊，这个萤火虫啊，就说点么电火。烦恼火机的火啊，点未到，规间照未到，你就自然的会造成诶，咱厝内底会较阴冷。啊，那么咱去问神呢？啊，神呢，都讲问神无问到，啊，到尾讲哦，你厝内底咧开夜总会，啊，是观光夜总会，都是啊，都好兄弟啊，足侪啦，都说阴诶侪啦，就是讲阴诶啊，吼、哦，鬼啊真侪啦，就是鬼真侪。咱人啊，来到世间，你知影后壁偌侪好发生无？你知无？好发神，咁会用随随便便，咱这身体去学只灵界啦，甲咱相伤去。啊，咁会用咱相去，因无遐简单伤到咱身体。咱这身体就对上方领旨来，上天领旨来，除非咱做错误，咱就好发神，得甲恁责备，得甲恁一处罚。吼、哦，讲咱见着，得甲恁目底的电甲恁倒掉去以外。其他的呢，另界呢，唔敢对你安怎？咱尤其咱有咧学佛，哦，咱咧念佛咧学佛的人，哦，咱啊哪有可能讲遐讲会来甲你创啥祖先啊会作怪呢？真侪人只来去问侬祖先啊在作怪，这拢唔对去，这拢唔对，啊、哦，所以这问题是对呢？都叫我讲啊，咱处风水气、空气、气流问题。那么呢，这个人这个地主啊问讲，当要安怎呢？咩啊？伊讲啊，莫拜，莫阿拜，奇怪。咱顶个老爸老母来咧骂咱吼，好，我袂瘾创互你食，莫阿拜，顶个袂瘾创互你食安尼尔，无理就对啦，无这个理啊、哦。所以咱一间厝内底，啊、哦，这莫聊聊，这看到对祖公啊去，祖公是无辜的，祖先啊确实有够可怜，对咱地形不便，因无身体，无这个肉体，无这个肉体咧，无法度。去表达，无法度去吸收迄地位，必须要经过咱现在要在世间的人会当听到、会当做、会当想的，所以才讲着做来回向予咱祖先去，回向予祖先，因才会当同时的得到这个法益，得到这个佛法，才有到解脱了脱生死，了脱生死。所以啊，各位啊，咱敬祖敬神是本一点心，咱敬神敬佛。敬祖先嘛，敬法。那我讲生存的法，你甲放弃掉，无理，无这道理。这不是神，不是佛所讲啊，这是魔所讲的嘴。爱注意各位啊，这点呢提供给各位，也就做些参考。咱这节呢到这，暂时一段落。